你就是告诉大家如何到 HBA 那个就是给我们的 parking， 总共有50个车位，然后这里是从教会出去，然后教会出去呢，这里要可以要左转，然后左转以后，但在这里左转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有行人，然后车辆很多，一定要小心，然后笔直往前开。这现在我们这样开的话是在里利哈的 street 上面，然后开到第一个红绿灯右拐，第一个红绿灯右拐，那么第一个红绿灯它左边是 Lons， 所以右边的话它是 Kuakini Street， 然后我们在那个红绿灯这里，然后就是右拐，右拐以后笔直往前走，那这里我们又会看到第一个红绿灯，第一个红绿灯的右边是 Kuakini 那个 hospital， 然后这样的话过了第一个红绿继续往前走，然后慢慢往前开，前面会有第二个红绿灯，到了第二个红绿灯呢，然后就是说你往过了一点点你就往左拐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在这里要放慢了，就是说过了第二个红绿灯，好，这是第二个红绿灯，到在这里就可以打灯了，然后过了第二个红绿灯就马上要这里要左转，转到这里，这个右边好像是个老人院，然后前面的话就是 HBA Elementary School， 然后这里的车速限制是5 mph， 所以一定要开得非常慢，然后有很多那个小的 speed bump， 要开的时候要慢一点，然后这里开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那个 HBA Elementary 那个 campus， 看见那个字了啊，好，看见了以后呢，这里有两个 parking lot， 左边和右边，右边我们不能用，右边他们是给浸信会星期天用的，但左边大家看这里有，你往左边这里照，这里有这么多那个50个 parking 车位，所以我们可以大家把车停在这里，然后呢我们会提供那个 shuttle service， 所以每过5到6分钟我们就会提供一个shuttle service， 把大家载到那个我们的教会。好，谢谢大家。